嘿嘿，听说最近的菠萝蜜多展很好玩，我也想玩。糟了，不会是我老阴谋的主人回来了？好久没上线了，我的蛋仔肯定很孤独吧？他肯定想我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今天肯定要玩到，我们得快点了，希望他能慢点。今天又被女神拒绝了，好难过。快点快点，再快点，赶紧放我下来，我抱你。我追他都追了3年了，他一直都说我是个好人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快点快点，这怎么半天不成功啊，真是急死我了，终于成功了。今天我去找他表白的1000次，没想到他竟然有男朋友了，他是这么跟我说的。快点快点，你抱我，快快快。花生，你真的很好，你是个好人，但不适合我，你也知道我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，虽然你给我买了2年半的早点，可我还是不喜欢你。快点，再加快速度。终于成功了，我们快过去试试。可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放不下他，直到我亲眼看到他上了一辆宝马，我才明白了，他是一个好女孩，吃了我这么多年的便宜早点。快快快，跑快点，加快速度，他马上就进来了。让我想想明天给他买点什么早点，要不要给他男朋友带一份，这么好的女孩我可不能错过。准备好了，菠萝蜜多展。不过话说，今天游戏怎么回事，现在还不进去，还有这么多广告。糟了，失败了，我们快回去，马上就要被发现了。对了，好像昨天游戏刚更新。不错不错，还是我的帅气蛋仔。